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شولي ويجيضا من زو توانجي خوجو يجي زن سون شوان قوي آن لا جون ششي دا جوو آن لا زي قولن زين جون شو وتعاونوا على البر والتقوى نيمان ضان ويشن يخو جين وي آر خوجو وجين جن ونفجو ويو آن لا دو يو أو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文明的社会，射箭里在团结、亲爱、热情和不挨打及出事上的结构紧密，基础坚固的社会，尤其是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 牧神在描述文明和伟大的社会时说，牧民在彼此有爱、关心和连续方面，譬如一生取一切无事，终生为日不眠和发烧。又说心是和心谁的关系，犹如。 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彼此严密的联系在一起，使者在说话时形象的把两手指交叉在一起。我们强调维系需要民族团结互助，民族团结互助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一。 敌视所有欺诈和垄断现象，我们的宗教严厉禁止所有欺诈和垄断现象。阿拉严厉警告，绝经少量的人。他说：“尚在，你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乘凉进来的时候。” 他们乘凉乘凉的很充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不量足。难道他们不信自己享福祸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在那日。 人们将为全世界的如而起立。积极行为是在麦地那首次讲师的《古兰经》中界限之所爱不知高说道：“我的宗族啊，你们应当使用充足的、都和公平的称，你们不要克扣。” 他人所应得的财物，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摆弄是非。牧师曾警告那些不敬畏安拉的没有良心的人，劝诫他们不要欺诈，也警告那些欲行。 驳斥试图欺骗人们的人，<咳>也饶如，而轻视他人钱财的人，正如牧师所说，欺骗我们者，不属我们的教宝。伊斯兰教严厉禁止所有垄断现象，因为。 垄断是侵犯他人的权利的一种形式，这种行为对国家和众人都有害。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杀住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为借双方统一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 你们不要自杀，阿拉却是连续你们的。牧师说：“一个穆斯林对另一个穆斯林来说，
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的生命、荣誉、财产都不可侵犯。又说，垄断市场是犯罪行为，垄断产品的人是自私的，因为他选择自私自利，而不是选择无私奉献。同时，他忘记通过垄断而获得的多余利润是非法财产。这种非法财产涉及是失去疫情后是不能安了次民的原因之一。如果垄断商品的人知道通过垄断而获得的这种非法财产涉及是失去疫情后是不能安了次民的原因之一，那么他在尽量远离这种罪恶。安拉说，谁侵蚀公物，在复活日是要把他所侵蚀的公物拿出来。牧师说，垄断的人是被诅咒的。又说，崇拜金银和华丽服装的人归谁了，诚实可信的商人不会说谎，不作弊欺骗，不背信弃义，并不要借少数而欺骗别人的钱财。诚实可信的商人在买卖时要宽容大度，不要是吝啬的，也不要过度追求利润，尤其是在困难和危机到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都属于谅解和同情。牧师告诉我们，真实可信的商人在伊斯兰教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安拉为他准备了重大的回报和丰富的保障。他说，道虎是忠诚老实的商人同神仙烈士在一起。又说，安拉将名次在买卖中和所展示光荣大方的人。我说了以上这些，去安拉老说和你们一切总算是问归安拉。各位穆斯林困难和危机的时候都需要无私奉献，而不需要自私自利和垄断。困难和危机的时候更需要谅解和同情，而不需要严酷。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所有积蓄也愿把自己所有的人给那些腰包，能解除自身的贪恋时才是成功的。牧师说，谁的父偏偏偏偏的摔跤了，而同时知道他邻居正在挨饿，谁就没有信仰我。我说，又说，二生二里人在做人时，如果干粮不多了，或者家里粮食不多时，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食品全部集中在一块布上，然后他们用一个器皿平均分配。他们吃我的叫声，我是他们的一员。毫无疑问，团结合作在加强人们之间的友爱、友谊和社会团结合作方面，有时与做轻重的作用，也能在同一社会中传播和合作，亲情认识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伊斯兰教法鼓励社会团结互助和密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当为人民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作恶和横暴而互助。社会团结互助的一种形式是把钱花费在欣赏的领域，尤其是与实施事务和救助穷人有关的事务。安拉在描述经纬时是说，他们为喜爱安拉而珍惜平民，故而富裕富裕。我们只为爱戴安拉而警戒你们，我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我们的确委屈从我们的主发出的严酷的一日，故安拉想为他们发育哪里的灾难，并赏赐他们光华和快乐。他想引他们前人二月乐园和四车保车他们。安拉在描述幸福时是说，活在饥荒日人际亲戚的孤儿或贫穷的平民。牧师鼓励我们随时随地时时食物，正如他说，人们啊，你们全部色懒，你们时时食物，你们急需骨肉，别人寒水时你们礼拜，你们将平安的进入天堂。又说，你们中最有需的人就是实施事务的人。主啊，祈求你能保佑埃及和所有国家免于各种患难。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